当我们到达皆有休息聚集的地方，就看到救护车，还有医护人员抬着担架，将一位皆有载走。原来这位皆有已经罹患癌症，幸好有皆有懂得打电话叫救护车，不然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之下，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。阿弥陀佛。你有去正德试过洞吗？啊，正德，这边要讲九块钟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的位置呢，在台中，中心堂这边。这边其实我长期来这边发现，这边的街友数量很少低于10个，都蛮多人的。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部分都还是持续有在工作上班，只是说他们可能工作赚的钱呢，不足以让他们去租一个房子，因为收入不稳定。来，师兄，来加，哎呦，哇，来这个睡袋，然后拖鞋，然后这个很好用，我觉得这个套头的，蚊子来的时候没有，嘿，这个暖暖包你用看看。你要注意看，有的是贴身体，有的是放口袋的哦。然后，那个头套给我，来，这套头给你，来，这给你哈，这网啊侪吼，啊盖怪孙会当家滴的啊。这个套头的，嘿，你有需要睡袋吗？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头套露出眼睛的，那你有没有需要拖鞋？拖鞋。然后哎，拍手，一个睡袋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师兄你要什么？要睡袋。来，睡袋给你。好，拖鞋。好，谢谢。好。然后。我们这个暖暖包，这个发一个给他们好了。这个暖暖包给你，这个你要看清楚，因为我不太晓得是放口袋还是贴胸部。那个贴肉的哈，那个要隔一层衣服哦，不是直接贴哦，会。其实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阅读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对，不会。我师兄，我刚刚有给你暖暖包吗？有，有哈。好，好。来，那个拖鞋啊，这个头套的你要不要？要。套住头，然后露出眼睛。这样比较不会有蚊子啊。然后这个暖暖包，不会，这个大家都分一点好了，因为后面哦，搞不好又十几度啊。它又下雨的话，好。啊？头会晕的。头会晕什么意思？靠谁压的？哦，你哦。我有靠谁压的？那这个 OK 吧？对啊。哦，我靠谁？有那么大玩球呢？这个你要注意，有的是放口袋的，有的是贴在布上面的哦。好，所以你还有个睡袋吗？还是这样就好了？睡袋没关系，睡袋一个来一个给他了。好，那我再去拿一个睡袋好了。谢谢你。不会，谢谢。你今天来，天气可能比较没那么冷，可是看到他们睡的位置还是很多，只是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回来。那我们把那个暖暖包啊，还有一些物资先放在他们床上，我们大概看了一下，然后现场也有一些人，有一些街友朋友，他们大概知道其他的街友状态缺什么，就会跟我们讲，说什么东西谁需要，什么东西谁比较需要，
什么东西谁不需要这样。那这里其实要再早一点点来，或是你要就是晚一点点来，因为晚一点点可能会比较多人在，啊早一点的话就是比较不会那么暗，看得比较清楚。那刚刚还有一个街友需要的带睡袋，我先拿这个给他。有机会去正德爱心厨房吃饭，我们在南屯，农富15路108号。那这边有工作机会吗？很少耶。很少啊，还是会这边。那有些人都不在，都跑去哪里啊？有些人搞不懂火车站那里。嘿，火车站哪里？哦，火车站。对啊。去那边干嘛？那边很多人在那睡觉嘛。哦，那里我们去过了。对啊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你这里有工作机会吗？很少。很少哦，还是会有人来叫，还是很少。对，有时候是摆临时工啊。哦，临时工哦。有什么中介公司在这附近吗？对，那个很多啊。哦，是哦。啊，那个东华到我那个人在那里困。啊，这边有人来发便当吗？很少。很少。对。啊，不然要去哪里吃啊？嗯。啊，不然用一对价。有啊，人家不能用，人家不能在家。哦。好啊，有空如果能到南屯就去吃看看啊。南屯。哎，南屯爱心厨房，正德爱心厨房。嗯，我南屯。谢谢，我来照哈。谢谢，慢走。好，慢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台中市的中心塔。那刚刚很有趣哦，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蛮常看到我们这一身衣服或者我们的衣服的车子，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一群人就全部靠过来。那因为为了证明说他们每个都是在这边当，就是真的在那边做街友。那我刚刚也跟他讲一下我们的物资发放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有一些是每一个人都有，有一些是你自己选择，你可能要，你可能不要。那这个是我们这段时间的第二次来。上次来是太晚了，那太晚的话就很难去做拍摄。那现在是就是过年期间，所以我想说，今天很冷哦，非常冷。今天可能听说三重才9度而已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物资发给他们。要的，不需要没有用到就还我，因为这个都是人家捐的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再去拿。等一下，我按照顺序，我再去拿。等我一下哈。老板，谢谢啊。不会不会，等一下还有东西啊，等我一下哈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谢谢。你们检查完之后到我车上那边好不好？我们那里还有，比如说睡袋、拖鞋、指甲剪、勾耳屎的，还有那个，看有需要的我就发给你们。好，好就来，你们现在过来。那要蚊香的举手。蚊香，要蚊香。好。谢谢。嘿。好。谢谢。来，要蚊香的举手。好，这个，然后这个泡面是荤的，那就只能，小伙伴有没有要？只有3个，好，好，不好意思，那等一下，你等一下有别的，我再给你们服务你们。
好，等一下。然后那个要勾耳屎的，勾耳屎。牙刷，好，还有我看，那个棉花棒，有没有棉花棒？因为它弄是湿湿的，这样又黏了，它会粘在里面的。我们塞好这布，来，那我弄这个比较好。好 ，OK， 好，棉花棒。这棉花棒，那个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也在我旁边的。好，谢谢。有留一包给你。好，谢谢。那你在这边坐。谢谢。那旁边还有个。好，等，好，等一下，牙膏呢？牙膏。你帮我试一下吧。我没有什么指甲，你帮我打开吧。牙膏，然后牙膏，来牙膏，谢谢牙膏，还够吗？好，好，这是牙膏吗？牙膏，来再帮我打开一下，好难打开哦。还有谁没有拿到？好，牙膏，好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好。再来，有没有需要拖鞋？来找拖鞋。拖鞋，这种好了。这个好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坐着。坐着。来，还有谁没有拿到麦片的？让我从后面发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麦片，好，从后面发一下吧。因为我们还有没有抽水？我等一下看看有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还有。这个这样长库存好像很好，是这样。来，还有谁？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这里有棍。那个刚刚有拿拖鞋的，好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解决。你看我们的车子哦，我们是正德爱心厨房，在南屯有一个爱心厨房，是叫农埠15路108号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11:30开始供餐，可以吃到1点，那下午是5:30到7点，我们是提供蛋奶素，因为我们是佛教团体。好，然后星期六日呢会发泡面跟八宝粥，或是包子馒头，不一定。所以你们有，对你们来讲，如果有空经过就可以去吃，不限资格，不需要拿证件，就时间到你就进去说你要用餐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哪里啊？南屯，嗯，农埠15路108号。几号？108号。108号。你可以问那个正德佛教医院，就在后面而已。
嘿，那个都是我们的单位，嘿。然后我们的单位特色就是你不用拿证件，没有说你一定要什么低收入户啊，什么都不用，你就直接过去就可以用餐了，哦，这样都 OK 了哈。OK OK。先跟各位讲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快乐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新年快乐。这只是一点点小小意思啊，不多。好，阿弥陀佛，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来，阿弥陀佛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阿弥陀佛，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收起来哈，阿弥陀佛，来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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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阿弥陀佛，谢谢，那个，谢谢，我跟你讲，我多给你一包，你去买鞋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，感谢你各位，拜拜，拜拜，阿弥陀佛，新年快乐，好，走了。